天安门，对面是天安门广场，这是天安门。这是华表吗？这叫是不是？我记得叫梁吗？一个叫什么来着？一个叫。望君出是吧？还有一个叫望君归，说的是这两个。哎，这边这是没开门啊，不能进。哦，这是没开门吧？里面。看看。哎，那个故宫是从哪儿进的？是从这儿进的。好嘞，来来，这个扔给你了。拿回来是不是？没开门，想去你也去不了了。那边有啥看的样子吗？有你搁那边行，就这意思。